法师、各位居士哈，阿弥陀佛。因为刚才讲到涅槃哈，难免哈会还是会有人所谓的涅槃，真正感受到涅槃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言说，不表示涅槃不存在。有没有涅槃的现象？啊，有。有涅槃的现象哦，那个现象是很清楚很明白的现前的，只是没有办法透过言说把它言说清楚。所以我常举例说，很像什么呢？到了国外，到了那个环境，在过程当中，在去以前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诱导各位去啊，不惜用种种的文宣啊，我说现在的 VCD 啊什么什么 catalog 全部拿来给各位，那也要各位愿意去让因缘和合，对不对？因为个人是不是很多的因缘啊，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挂律，是不是不同的上班的情况，种种你都要去排除万难，然后因缘和合到达那里的时候，有没有到达？有。但是我们说哦，一到了那里的时候就哇一声，其他都很多余了。会不会有人拿着那个卡达洛库一直在那边对，然后拿着相片或拿着什么东西一直对来对去啊？那些会不会觉得那些东西很多余了？有没有？那些东西是多余，原来那个情景是什么样子，它是不是很清楚的现前？是很清楚的现前。但是我们说，哎，同一团去的人，每个人都在同一个地点上，但是所看的情况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哦，各看各的，对不对？哦，看到湖光山色，有的喜欢山，有的喜欢湖，是不是？哈，有的去看船，哎，有的还看汽车，哎，有看花草，哎，有的看建筑物，是不是？他所注意的部分是不是不同啊？为什么不同？有宿世的习性，宿世的福报因缘，是不是宿世累积下来的什么智慧之良，他所见的是不是都不一样啊？但是那个情景，你说要我完全用语言来把它说清楚，有没有办法？很难，没办法，你会觉得多余的啦。反正就是那个感觉，这样能不能想象得到所谓的涅槃有没有那个情景？每个人不一样，能不能达到涅槃？是不是要很多很多的因缘啊？要众缘和合。其实有时候想想，其实要众缘的离散才能够，而不是要众缘的和合。就很多事情要放下，要放下，要放下，越来越能放。所以我们说，哎，为什么超凡入圣之后不会再回到凡？是因为你很能放，放到已经实在那个感觉出来的时候，很多东西你就觉得多余了。但是我说在那个之前需要不需要这些东西啊？需要啊，文字语言种种的关照的方式都需要。但是在当下你说那个样子的现前啊，所以我们说那种诸法实相的现前是叫做真理实际的现象的现前，现前乃是诸法空相，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它透过性空而得出一个相空的现象。但是那个相空现象，我常讲说它不是空空如也的现象，千万不要以为哦什么都没有了叫做空相，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哦，所谓的空相是什么？是平等，平等之相，是非常平等的。在平等当中，我们的心是不是才静得下来啊？我们为什么心浮气躁都说人比人气死人啊，或我一得安怒一得安怒，对不对？那个心能够静得下来吗？哦，上天有够不公平，为什么我就怎么样他就能够怎样啊？他我老师有够不公平齁、哦、我们就是很多的不公平里面在那边起伏，是不是？如果我们觉得这一切都那么样子的平等，你还有什么太大的起伏吗？是不是就少了？所以所谓见到涅槃，感受到涅槃的时候，它是平静的，它是极静的。但是极静是不是就死极在那里不动啊？它还是动的，只是你不再去拨弄那些因缘，说我还要再给它原生，然后还要再去面对缘灭的那个痛苦。暂时在过程当中哈、啊，
第一次初见涅槃，在这个地方哦，是有涅槃的现象哦。我们刚才讲的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个是不住，就是不执着，完完全全不执着。佛陀同样在生死当中，同样在那个涅槃里头，他所看到的，他那种生死跟涅槃之间完全的平等。有没有看到众生啊？看到众生，看到的是平等的众生，是不是？所以有句话不就讲，佛陀等视众生如罗侯罗吗？并不是所有众生都消失掉了才叫做成佛啊，不是都没有了才叫做成佛，而是看这一切山河大地是不是都平等啊。我们看山河大地平等不平等啊？我们到国外会觉得，哦，那山河大地怎么那么碎，为什么不能把它移回来，对吧？哦，看到我自己的那下拜，哦，为什么不是欧洲的什么什么景象？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啊？为什么这样想？执着。所以我们就都看山河大地有没有用个平等的心在看啊？那佛陀看山河大地会不会这样想来想去搬来搬去啊？完全不会。所以佛陀看到真正的涅槃，看到的众生是怎样，是完全平等的，是完全没有得失心的状况才可能平等，对不对？那当然我们说所谓得失心的那个平等，这个都还是很粗糙的哦，这个都还是很前面的哦。我们不断的在训练自己，那个属于很深细的部分，它是需要法义的，需要禅定来激发的，甚至那个境界是很确实的现前的，那个部分呢是无法言说的，叫做言语道断的，它不是死寂的，而是说哦，看到这一切的因缘都非常的平等的在那个地方，我们不再去执着那个因缘，我们经常在拨弄因缘，想要合什么因缘，然后呢一旦合呢又在那边很伤心他的离散，是不是啊？又好像很高兴他的合又很难过他的离散，就在那边起伏嘛。那能够不去拨弄他，就不会去怎样，不去招惹了嘛，是不是？这些因缘是平等的，但是不是死寂的，它是极静的。所以我们说涅槃极静，有没有？所谓涅槃极静啊，我常用一个比喻哈，不是非常恰当。所谓的比喻其实是粗糙的哦，所谓的比喻只是帮助我们去想象而已哈。叫做静止的流水，水似乎是静止的，但是它还在流，只是这个流呢，我不起任何的执着，暂时不起。这个很前面的部分，只是把我们的执着先扶住而已，透过禅定让我们的那个执着，但不只是透过禅定过程当中，性空般若的观念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思考上放下执着，是不是这样？但是那个要能不能现前，还要透过禅定再加把劲，然后那个状况很清楚的现前，它不是空空如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一切就是消失无踪，不是，而它是一份很极静的感觉。为什么极静的感觉？是因为它非常平等的感觉。我们可以去在这个时候可以去体会到佛陀他所见到的一丝丝而已啊，因为我们的心量还很有限，但是佛陀所见到的那个真理的现象是那么样子的广阔，我们只是取到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一小部分，是因为我们的心量还没办法像佛陀那么大，对不对？所以见的范围不是那么样子的广，但是那一丝呢已经足以让我们去体会到说，哦，原来真理就是那个样子，原来真理就是那个现象，就是那么样子的平等，那种平等是无法言说，一旦言说又不平等了，因为一旦言说，我们是不是又开始起执着的言说方式啊？这样，哈，这个就是协助我们理解，所以我们常常在那个布啊这些哈，搞不清楚，是因为我们以为是现象没有，不对，不是现象的没有，而是什么法性的问题。是性空的关系，这样能不能理解？
啊，我说真跟俗有没有真的现象啊？真理的现象有啊，涅槃就是一个真理的现象嘛。有没有俗的现象啊？有啊，但是在这个世俗的现象里面，是不是有真理的存在啊？是不是融融在这里面的？它是融融在这里面。那我们越理解真理的法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越接受这个世俗的现象啊？越接受越平静，越不接受越起伏。我们很多事情是因为拒绝，所以才花很大的力气，但是又拒绝不了，是不是？逃，我们想逃避就是一种拒绝嘛。哦，长转无地呀、啊，对不对？因为找不到一个让我们自己安歇下来的地点，反而去怎样接受这个事实，我们才安歇下来，才安定下来。我们当我们还没接受的时候，一直在挣扎，对不对？甚至要逃避，要拒绝，那些其实反而耗掉我们很大的力气。所以所谓的智慧，就是透过波瑞接受这一切。因为我们知道真理法则它是怎样，它会原生之后原灭，原生之后原灭，谁都没有办法去主宰它，要原生就原生，要原灭就原灭，不是这样子的。好，有人说哎，那这样的生命有没有意义，会觉得、啊、那最后终归于空，不是终归于空，而是从我们现在凡夫的那个不平等达于平等。这份达于平等呢，是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我们说所谓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如果一条生命换来十条生命，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啊？是不是有价值的？是因为他所利济的人更多，是不是？菩萨他看到的众生，他为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就有缘无缘对他来讲是不是平等的？菩萨从来不谴责众生，说这个是我要度的，这个是我不要度的，能不能这样子，这样就不叫菩萨、啊、金刚经不讲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就不名为菩萨嘛，对不对？所以菩萨他是有度化的对象啊，那在度化的过程当中，他尽量的以什么平等的心来看待嘛。好，所以我们说刚才说从凡夫到成佛的过程，就是让我们起伏很大的逐渐的怎样变小变小，变到怎样平等，而不是说啊明明有的事情把它变到没了，是不是这样变法？绝对不是大卫魔术说可以把胜利女神把它变没有了，是明明有个胜利女神在那里之后，其实如果以一个佛菩萨来看待胜利女神或者什么种种的那种很大的雕像，对他来讲是不是平等的、啊、无所谓，他一定是胜利女神还是佛菩萨还是什么耶稣基督还是什么，对佛陀来讲那是平等的，不是说那个东西消失掉了。所以所谓的不住生死，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过程其实都透过不二，既然前面不二，是不是到最后的结果也应该不二啊？就叫做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有没有生死？还是有生死的现象，众生是不是还在生死当中啊？有没有涅槃的现象？还是有，只是佛陀没有任何的一丝的什么执着，看待众生是平等的。佛陀的生命已经解脱掉了那份那个生灭的现象，乃至于他那个性空的那个普及到一切来，他不执着任何的生死，也不执着任何的涅槃，没有一丝一毫的执着，不再原生原灭，是不是还是合乎缘起的法则啊？好，所以所谓缘起的法则，它是通彻的。好，因为大智的关系，所以呢，它可以不住涅槃；因为大悲的关系，因为大智的关系可以不住生死；因为大智的关系可以不住涅槃。佛陀不就大智大？悲大雄力吗？对不对？好，所以要不住是不容易哦。所以《金刚经》不就教我们说如何调伏其心啊？因无所住而怎样生其心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要有所住是容易的，不用人教，我们这都很有所住啊。住于我们的身体，对不对？
助于我们所爱，助于我们的家人，助于我们的这一切，我们一直在助啊，在执着啊。哦，所以不助反而要教啊，是不是？反而要教，要能够不助的时候才可能平等起来，才不会是自私自利的嘛。我们就越有所助，是不是就越自私越自利啊？对不对？那这个整个社会会怎样？是不是越动荡啊？啊，社会它能够能够比较平静下来，其实是怎样？是不是贫富比较均匀啊？还是贫富不均的时候，是不是就引起社会的动那个乱象啊？对不对？啊，如果都能够均富均贫，反而怎样？它比较平，对不对？啊，所以透过平等哈、啊，所以菩萨的这个过程就是在做，就是说以平等作为我们的很重要的功课。那这个平等从什么？是不是从性空啊？就是从性空来的。好、哦，所以所谓性空，绝对不是空空如也之空，不是云消雾散什么都没有叫做空，不是哦，而是什么？平等，而是平等叫做空。空相啊，是什么？是平等平等之相，啊、哦，是平等平等之相。当我们不执着会比较平等，所以我也常举一个例子说，以前有一个居士，他载我回法源寺过程当中，他说他去载他的小孩子，啊，就到学校去，哇，几千几百个那个小孩子就一下课蜂拥而出，哎，我们看到头都大了，我们都看看小孩子是不是男女，我们对我们来讲都平等的，不管你几年级，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平等的。哎，但是那居士马上说，哎，我儿子就在那里。我说，哇，你太厉害了。以我们来看是很平等，以他来看不平等啊。因为他执着，马上那个真的那个心电感应，哎，也不是说心电感应，根本就很直接，就觉得就会从那个其他的孩子里面，你就可以挑得到的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就是因为执着，他就是不一样，他就是我儿子。不管他是好是坏，他就是我儿子，对不对？那种很快在千百个人当中马上挑出来。但是当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孩子的时候，你去试试看，每个看起来都一样，而不是说、啊、看起来都没了。会不会说一去学校说哎看起来怎么孩子都不见了啊？会不会？所以我们所谓的空相不是说看起来都没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可以想象吧，哈。当我们无所住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失心的时候，看所有的众生是不是都一样的，比较像。啊，尤其我们说要、啊、去三坛大戒打斋，啊，如果根本我们寺里没有师父在那边受戒的话，哦，放眼望去，那个所有师父都一模一样，哎，真的分不出男，那个更分不出男女相啊。对不对？小时候说，哎，阿兜啊，阿兜啊，都说，吼、哦，那么赶快，平啊，兜兜，把酒喝了，哦，还有说阿兜啊，是不是？你会觉得，因为都没有认识任何一个外国人之后，所有的那个外国人是不是长相你会觉得一样啊？这样懂吗？哦，这个是透过我们的那个生活当中，这个是很粗糙的哦，这只是比喻哈、啊，这样理解吧。那当我们觉得一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比较没得失心啊？你会不会很难过说这其中一个阿东啊怎么对我那瞪我一眼啊？你可能也根本无所谓，他要瞪就去瞪吧，对不对？回家了我就照样去忙你自己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执着他们，这样能理解吗？好，那因为我们的执着，我们知道那是我的儿子，好，带回去之后牵肠挂肚，是不是啊？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点点滴滴，是不是都在牵系我们的心里头的跳动啊？啊，他一生病哦，哇，你也简直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哎，所以那份执着，确实你就得要怎样相对的去付出。那怎么办呢？养儿育女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啊？随缘尽分啊。
他这辈子是我的儿子，我就要随这个姻缘，我是他的妈妈，我是他的父母，我就得要做好教育他、养育他的责任。但是他会不会是好，他的成绩到底好不好，他将来是不是社会的栋梁，那就不是我们能主宰的。但是不能说，哎，既然我不能主宰，我就干脆不要教他读书，对吧？免得我以后很伤心、很失望。不是这样子哦，以佛法哦，会在因上面努力，果上不去追求。所以所谓的不住，是不住在果报上的追求，不是不住在，不是说因上我就放弃耶。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那咱学般若或学，既然性空，我就什么都不要做嘛，终归于空。不对啊。终归于平等，不是终归于空。但是能不能归于平等，那是要自己下功夫，是不是？而且所谓的不住，是不住在果报上的追求，在因地上要随缘尽分啊。当我已经尽了分的时候，最后果报还是不佳的时候，我起码我问心无愧，是不是？而你不会很后悔说，做他的表现不好，说啊，我以前忙着赚钱都没有去好好的教他，那是不是一种遗憾啊？你是不是觉得愧对他啊？有没有？如果我们不懂得不就是自己忙自己，然后不去教他，或者我们以为说啊，就不要教算了，反正他后来是好是坏嘛，我们在，那不对哦。是因为我们众生都很执着，一直在追求果报，我们其实有所住都住在果报上，我们很少住在因上啊。大家都不希望说不要耕耘看有没有得吃啊，有没有得用啊，是不是？自己要怎样努力，自己不大去努力的。当然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就是尽量的去努力果报，就说能不能用得到，那就是因缘福报的问题。如果你如是的耕耘，怎么会可能说没有果，没有结果啊，对不对？啊，但是呢，有时候对孩子的教育牵涉到宿世因缘的问题，倒是不见得说我真的很尽力他就一定成才成器哦，这是不见得哈。因为我们在因缘法上是不是无法主宰啊？哎，是无法主宰啊。但是我们只求随缘尽分，我们要尽好自己的本分，这是我们在因地上哈。所以那个波瑞在因上是不断的在耕耘，是非常积极，积极到怎样，结果不好我照样耕耘，终究还是会有改善的机会啊。啊，我们的所谓积极都是怎样，结果很好我就很好，就觉得很安慰，我再继续耕耘啊。但是结果不如人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容易手软啊？放弃，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在意结果，那样子反而不长久，有得失心，无法长久。以波瑞来讲的话，就是没有得失心，结果如何没关系，我就是去做，就是去做，就是去做，那个才是积极的。而且不止我这辈子做，我下辈子照样做，我再继续做，不断的做，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呢，是不断的做啊，是超越了生命的这个轮回的。好，那么不断的生生世世去累积的，好。好，难免去，因为前面这一段呢，就等于是就是在讲那个菩萨道上面的他的那种悲智双运之后的那个福德因缘呢，所以在这个第一页哈，也就是所谓的537页的上半段，都是在怎样形容菩萨，因为探德有没有？在科范表里面有没有一个探德啊？哎，所以那个都是菩萨们的什么德行啊。所以到中兰这里呢，接下来就列名，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详细就不念过去哈，光是念也要花时间了哈，回去就好好的看。就是上兰这个部分都是在讲菩萨的什么德行，然后中兰呢就开始列名，有没有？到底有什么菩萨？哦，有等观菩萨、不等观菩萨、等不等观菩萨，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如果透过性空，等跟不等是不是也是平等啊？平等在性空上，啊，好，所以这些都是什么菩萨的名号？那么在接下来呢，就是属于什么
龙天众，在中览有没有？富有万范天王师气等呀，从于四天下一佛所而听法。啊，这一段一直到钱达婆修罗啦，啊，天龙八部有没有？啊，这些呢，悉来会坐，这个是属于什么？龙天众。再接下来，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俱来会坐，这个就叫做四众，加个众，对不对？四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如果七众呢，加上释迦摩那、沙弥、沙弥尼，好，就叫七众弟子。简单讲，大概都叫四众弟子，再加。出家男女二众，在家男女二众就叫四众，啊，因为他前面是声闻众、菩萨众、龙天众，所以叫做四众众，啊，好，那么最后呢，结法会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法会呢？说彼时佛与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譬如须弥山王显于大海，安处众宝狮子之座，必于切。诸来大众啊，这是整个法会的状况。前面的声闻众、菩萨众、龙天众、四众众聚来聚会啊。好，那么这个在这个之前都还属于什么通序，就是信闻十主处众，把众的部分交代完毕，接下来就是什么别序，别序了哈。那所谓的别序呢，第一个部分就叫做什么现盖现瑞有没有啊？所以这个是别序里面的现盖现瑞哈。所以尔时毗梨耶城有长者子啊，啊，那个地方呢有一位长者子叫做宝鸡。那么于五百长者子，不仅他是长者子，还有其他的五百长者子，那么他们也来到这里，而且他们是持着什么七宝盖啊，七宝盖来忆佛所，来到佛陀说法的地方，头面礼足，然后各以其盖呢供养佛啊，用七宝盖来供养佛陀。好，那虽然他们只是拿七宝盖来，但是因为佛陀的这个什么威神力故呢，那么诸宝盖呢就会合成一盖啊，本来应该大概有五百个宝盖，对吧？因为各拿一个宝盖，透过佛陀呢把它合成一盖啊。那么这个合成盖本来是小小的，而它逐渐就放大到怎样呢？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啊，那么而此世界呢广长之相呢悉于中现啊。啊，本来这些与会的众生不见得能够看到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宽广的范围，但是呢透过佛陀用宝盖的那种扩散，哦，让大家的透过宝盖呢反而看到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些广长之相啊，哈。那么这个等于是透过佛陀的威神力故的关系啊。好，那么在这当中呢，这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诸须弥山雪山啊啊，还有木真林陀山、摩诃木真林陀山啊、香山啊、宝很多很多各种山之外，还有什么大海江河水川流源头，还有呢日月星辰啊，还有天宫龙宫啊、诸尊神宫呢悉现于宝盖当中啊，山河大地所有这一切呢全部都现在这个宝盖当中。所以尔时一切大众呢睹佛神力啊，叹未曾有啊，啊，亲眼目睹到佛陀的威神力啊，那么都赞叹说这个从来没看过这么样子殊胜的一个景象啊。那么合掌礼佛，瞻仰尊荣，目不暂舍啊，这个目光都舍不得移开这么样子殊胜庄严的一个法会的情景啊。于是呢长者子呢宝鸡他呢也急于佛前以偈颂来赞叹佛陀啊。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这个画画的题材的出现，有没有
我们现在讲到这里，是不是我们会不会想到是那个宝盖啊，献盖献瑞嘛，对不对？献出这个宝盖，然后献出种种的瑞相哈。所以当，这个要画维摩诘经殿的时候，会不会从这里面就去挑取那个材料啊？也是有所根据啊，引经据典啊。他画的不是说自己去随他自己想的，那这个地方就会有画画的题材出现啊。所以这个就顺道讲啊。那么这样，那个明后天看到那个图就会知道哦，看到有伞盖有什么的哦，就说哦，这来自于什么品啊？佛果品是不是？哎，来自于佛果品，因为在经典里面形容他的种种庄严的这个景象嘛，哈。好，那么到这里，接下来呢，就是属于睹瑞叹佛，啊，因为目睹到这样子的瑞相来赞叹佛陀，啊，那么有一个通续欢喜，啊，就说他的那普遍的现象当然是那份的欢喜心了，啊，哈，所以呢，就是这段也就是在这个下栏的第五行二十一切大众有没有睹佛神力叹未曾有合掌礼佛瞻仰尊荣尊严目不暂舍的这个部分就要做通续欢喜啊，啊，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什么别颂佛德，这个别的个别的，不是通，因为他为什么说他通呢？因为只要是佛陀现瑞相，是不是大家都会目不暂舍啊？并不是只有维摩诘经才目不暂舍，对不对？啊，所有的经典只要看到瑞相都同样是如此的。但是下面的这个寄颂是不是就只有维摩诘经上才有的？所以叫做别序别颂啊，因为他用寄颂的方式啊，用寄颂的方式来怎样来探佛陀的什么德恨啊。好，那么在这个科判表哈，我说我们一边对照着科判表会比较知道讲到哪个地方了哈。这个别颂佛德里头它有四个部分哈，一个叫做叠瑞相以赞扬，好，用这些瑞相来怎样赞扬佛陀，哦，好，那么就是目修广目净广修如清莲啊，心静以度诸禅定，久积净业称无量，导众以及固其手啊，啊，佛陀的那个庄严的法相哈，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会形容佛陀的眼睛如清莲般呢，啊，啊，还有也有讲什么这个什么胳膊如同什么莲像鼻子啊，或者什么，会有很多的形容。所以当这个画画的人他要画佛陀的时候，就会去参考经典上面所说的方式啊，哈。所以他目净修广如清莲哈，因为他那种清净无染很清澈的那种眼神哈，在方面佛陀的那种清净以度诸禅定，佛陀是那么样子的极静的哈，虽然他现很多的瑞相，但是我们感觉佛陀似乎好像如如不动，其实他是不是还是动的啊？还是动的，并不是说他就死寂在那里。我们所谓的极静哈，所谓的极静不是死寂，而是如同静止的流水般，它是静止的，但是它还是在流动的。啊，好，那么佛陀呢，久积净业称无量啊，佛陀的那个数世劫以来哈，无量无边的这种修持，那么导众生以及啊固其手啊，摄导众生，那么他还是非常的怎样极静的。所以我们说涅槃极静，涅槃极静有没有啊？所以这个极也是极静的意思，说固怎样其手，所以我们所有的众生都这个毫不犹豫的就是顶礼的佛陀哈，因为被这样子的一个气氛所怎样所摄受，好，好，那么接下来就在讲十方他方的这个净土哈，既见大圣呢，以神变普现十方无量土，其中诸佛演说法于是一切悉见闻啊，因为
因为在那个宝盖当中，是不是看到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山河大地啦、啊，种种的，那当然也包括其他佛陀的什么，其他这些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佛陀也一样的都在说法，不是只有我们这个世界的佛陀在说法，啊，也召见到十方无量土当中的其中诸佛人，是不是都在演说法、啊？只要有佛的世界呢，佛陀都会不断的在说法哈、啊，这个是在讲他方的。那么还有此土的呢，啊，法王法力超群生啊，常以法财施一切，啊，佛陀呢是法王，对不对？啊，那这个一生补处菩萨是什么？法王子有没有？是不是法王子啊？啊，少计佛种嘛，对不对？所以佛陀就如同法王，因为佛陀能够看透一切法的这些原理原则之外呢，这些现象呢，佛陀更是了然若知啊！啊，所以呢，佛陀也就是所谓的法王。那么透过法力啊，等于是因为他周遍一切啊，他自然能够神通变化无碍啊，所以法王法力超群生啊，啊是可以超拔所有的众生的哈、啊，所以经常用什么法财来施一切，用佛法来施给所有的众生啊，所以法也如同财富一般的啊，那么能够变能善分别诸法相嘛啊，能够理解种种的法相，我们是不是透过佛陀所宣说的法，对不对啊？那么于第一义而不动，这第一义指的是什么呢？圣义地上，也就是所谓真理的这个部分，真理是不容变动的。他这不是说如如不动，不动在那里，而是说真理法则就是如此的，就是什么？就是缘起性空的嘛。啊，所谓的真理法则其实就是因缘法，它是不容变异的，不容去曲解它的意思哈、啊。这不是说固定不动，有没有那种固定不动的东西啊？没有，整个宇宙人生间没有固定不动的点，没有。好、啊，所以这里的第一义就是对那种真理的追求也是勇往直前的，对不对？好、啊，真理，所以那种第一也叫做了义的，就是它是就近而了义的部分呢，就是说它能够帮助我们解脱涅槃的部分呢。当然在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方便法，好，比方我们习惯说还是要有所依，如果对缘起性空没办法理解，那佛陀说那没关系，也可以讲有啊，唯识讲有，对不对？真常也讲有，好，如果一下子没办法从波瑞入门的话，佛陀也可以说，也说可以从方便法啊，那也等于说你要培养你的善根因缘到一个程度之后啊，你理解了缘起性空的这种空义的话，那才契入空义也行啊。但是呢，这个就近还是就近啊，方便还是方便哈、啊、它了义的还是了义的啊，所以属于第一义的都是就近了义的部分，都是必须要放下执着的。就像哎，从有生死的此岸到无生死的彼岸，我们说要搭个什么波瑞船过去，对不对？你能不能上岸，是不是得放下波瑞啊？还得放，哎、欸，还得放下才上得了岸啊啊！因为你要放得下那个船只，但是你说这个船，既然有的人就想，那我既然到对岸要上对岸，我就不要船，那是不是我就不要搭船啊？那就不对了，对不对？还是得搭船啊，只是船是帮助我们到对岸，到能不能上岸看我们能不能放啊。所以性空的观念是帮助我们放，帮助我们放下，但是这个放下绝对不是说啊一放了就什么都没有，烟消云散，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啊就空空如也啊？不是啊，而是怎样呢？从我们很起伏躁动不安很不平等的心逐渐怎样平等下来啊，这份平等会让我们更加的豁达，这份平等会让我们见得更深更广，包容更多，
在生活在生命的过程，那个灾厄少很多，为什么会招惹很多的灾厄啊？执着的关系嘛，对不对？稍微有点成就简直不得了了，哦，不可一世，到处宣扬，有很多人看了就不顺眼，呵呵，就要找他麻烦，多赚了两文，多一点钱，哦，不得了了，就很瞎掰，对不对？所以就被绑架啊，呵呵，之类的。所以很多的灾厄是我们自己招惹出来的。所以心经不就讲这个能够如何度一切苦厄啊，照见五蕴皆空嘛，是不是？不管你什么样子的成就，不管你什么样子的那个拥有什么，其实呢它是不是终归还是性空？不是终归没有哦，有没有还是有，只是呢这份有是暂时的，是不稳定的，你必须要去维护的。但是维护是不是就一定能保有呢？它终归还是会慢慢的怎样变化的。那么当你变化到没有的时候，你不要难过，不要伤心，因为它必然是这个现象，对不对？好，那么就是说用一种比较没有得失的心的时候，我们获得的这个东西，我们就比较不会难过消失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的心是比较平静的。好，那么你也不会自以为是，不断的要张扬自己，那其实这种张扬自己都是一个慢心的起，这种慢心的起其实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的，对吧？你就很难广结善缘哦。所谓的广结善缘，其实是不在乎自己的任何的什么成就，而融入在什么众生当中啊。啊，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得到人家的尊敬啊，得到人家的那种起手，是他的德行在摄人啊，是不是？是他的德行，而不是他的什么学位，不是他的那个名分地位有多高，不是的。哦，真正的能够摄受众生，其实是他的修养，他的道德，对不对？哦，是他修行的那个程度问题啊。哦，好，所以这里就是哈，讲到说，哎，虽然能够去分辨种种的法相，但是对第一义而不动，这是什么？就是说那种真理法则呢的追求其实是不断的，越理解真理法则，是不是越能够分别诸法相啊？好，那么这个也等于是一份的什么深层的确认，于第一义而不动，是不是？等于说透过因想忍而柔顺忍而无生法忍，有没有的这份忍是对佛法的确认，而且是对那种般若法的确认，缘起性空法则上面的一份确认呢。好，所以呢，以于诸法得自在啊，是故其手持法王啊。啊，因为透过这样子，才可能让自己自在而无碍，才不会被自己的执着所黏缚住啊，束缚住嘛，对吧？透过性空，透过般若，我们也才跳脱的出来。因为透过放下才跳。放得下才跳得高啊，是不是？那个重量少很多了，是不是？哎，所以很久以前看到一个比喻，他说看到一个人哈，他背着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包袱，背很举步的这样子走路，那个包袱把他压得非常的沉重，他的那个背都驼下来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就是很同情这样的一个人背负着这么重的一个包袱。但是当我们走进去看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呦，这个包袱原来只是一个气球，哇，很像嘣，那是他心里的沉重啊，是不是？心里头的沉重，什么都放不开来的时候，就像背负，虽然只是背负一个气球，它也会变得非常的沉重。我们的心本来应该是没有重量的，是不是？只因为我们的执着也会让我们这样子整个弯腰驼背下来的，背负着非常沉重的一个包袱。好，所以就是透过般若是帮助我们放下不必要的那个执着，自信妄执的这个部分是必须要放。你越是放的时候啊，你的眼光越清楚越锐利，越
越明白，你的生活哈、啊、会越了然自知啊。看任何的事情呢，你越能接受这一切，你的心境呢越来越平静，而不是越来越没有了，越来越消失，不是啊，越来越平静。那种平静啊，是一份法喜，是因为与佛法契合，是契合的。那么当我与佛法契合，是其实外在的这些名分地位财富其实对他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心灵的什么富有哈啊。所以佛陀那真的是在诸法当中得到究竟的自在无碍啊，是故其手持法王。所以我们众生会很自然而然的去顶礼他啊，说法不有亦不无，以因缘故法诸法生，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啊。好，所以你看这里说到什么说法不有亦不无，有没有有无是不是相对的现象啊？但是有是不是性空的，无是不是性空，这什么意思？有不是永远不变的有，无也不是永远不变的无。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会比较平静一点啊？当我没有的时候不是永远没有啊，也有可能只要我们累积我们的福报，因为是不是自然而有啊。但是当我们拥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挥霍我们的福报，是不是很快就消失掉了啊？所以这个不有亦不无的不，是不是在讲性空，有无的性空啊。那么以因缘故诸法生嘛，就是因缘的因缘法的问题，所以诸法因缘生，但是诸法因缘灭啊。啊，所以呢无我无造无受者啊，啊，没有那个造作的，就说我本身是不是也是性空的、啊、所以所谓的无我就是说有没有我的现象啊，有啊，就长这个样子啊，但这个样子稳固不稳固啊？不稳固啊，三天下来是不是完毕结束的时候啊，老了三天了，最起码老了三天，有没有变？还是在变，头发长长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很多东西那个细胞是不是也在生灭当中啊？所以今天的我跟明天的我跟后天的我不一样，有没有我的现象？有，不稳固，能接受吗？为什么不稳固？性空的缘故。虽然有这个现象，我现在原生出现在的我，明天原生出明天的我，是吧？后天原生出后天的我，这个我不是一模一样的我，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不是单一的我，它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我啊。所以无我无造者无受者，我们都会以为有一个造作的人，然后有一个接受的人。当然有造作的人是现象，有接受的人是不是也是现象啊？但是所谓造作跟接受，它不是固定不动的，永远造作的人永远在那边造作，接受永远在接受，它是不是会互变的、啊、它是会互动的呢啊。造者不见得永远是造者，它也有可能将来变受者啊。就好像说、哎、当我有能力我去布施去供养，当哪一天我没能力，是不是自然就有人来布施供养啊？那个位置会不会调换呢？会啊，啊，所以当我们能够当一个造福的人，那我们要把握，要珍惜这个因缘，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需要人家这个来帮助的时候，我们也要随喜来应供啊，对不对？啊，那造成一份欢喜的互动啊，啊，所以这个无。其实是在讲什么性空，造者或者受者是不是也是性空啊？那简单讲能不能说不造不作啊？可以哦。花能不能说它不开不谢？有人摇头，为什么？现象上不能说它不开不谢，性上能不能说它不开不谢？当然可以。所以一旦讲到不开不谢，嘿，盖格秀，因为讲在法性，不造不作也是在讲法性，不是在讲法相。好，好，时间又到了，休息，阿弥陀佛。